程学霸啊，张老师是学霸，学霸。你好，我是一个艺考生，今年因为特殊原因延迟考试了。我虽然也在家努力练习，但是好怕自己退步，影响之后的考试。还有，我现在既要准备好专业课，又不能落下文化课的学习。我现在非常的迷茫和慌张，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新规定的话，你可能更需要去提高自己的文化课。就是如果大家都休息了，反而能够缩小你和学霸之间的差距。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学霸他早就已经知道自己怎么学了，扎心。对，如果是能学得好的话，在这段时间空下来的时候，他应该会把自己跟别人的差距拉得更大。所以我觉得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之前学的专业，巩固，然后继续练习啊，肯定会甩开别人一大截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龙哥。龙哥激动了，龙哥。